台上艺人又唱又跳，明人会春酒席开85桌，桌桌旁边都站着旗袍辣妹，甚至还铺红地毯迎接宾客，人数多到呈现么字形。太阳联盟八号晚间在花园酒店举办春酒，同样演起来迎宾妹接待，黑道春酒辣妹团被起底，大多是来自这间人力公司。脸书PO出170名礼宾小姐姐，再加上小帮手，共178名，人数突破纪录，均零人力，不避讳提到名人会，还表示当天春酒请来不少大咖艺人。不只有王阳明夫妻，还有谢和弦、高尔宣、赖伟明，让迎宾妹瞬间变成迷妹。不过并非身材好就能进公司，关键是靠身高取胜。身高是基本的筛选，他以身高来量价，身高多少价钱多少，你低于这身高价钱更低。资深媒体人黄阳明也在脸书公开，这次名人会请来的170位迎宾妹，通告费身高165公分和163公分，价钱就差了300块。而人力公司负责人也被起底，是他由我们兄弟姐妹来接手。刘君玲殡葬服务起家，年轻时还曾接受外媒采访，被称为是笑语排情界的酒令，如今事业版图扩大，成立人力公司，这回接下名人会的合作，也意外再登上媒体版面。三立新闻郑祥的徐尚云台北采访。